我们是防暴零零七，我们的任务是找出生活用品中到底哪些藏有气爆危机。使用酒精灯时有哪一些注意事项呢？为什么加油站旁不能点火？车里面放芳香剂、酒精瓶竟然不安全。用完的去自由酒精瓶回收之前为什么要清洗干净？锁定这集《生活的探险》，和我们一起找出生活中的气爆危机。